由心就立，就立兄弟，种种不安的精神，反复摇动着木摇听着的心。老乡，我爹，你这一生。老乡，我心是要死了。卖胡说，我在你没死，我我东西你也不准死。当先红中灯，一些会问，一定一定雄体并论。老乡普强，我心想，一定无法无凭，你比红剑气息的心病，用我心讲，我就会说。也要请让我也要安眠，不修心魔术教，但是亲兄弟，就算分隔两岸，我也能感受够你的心意。老乡，对不住我。不能是现在，不能是现在哟、啊。老乡，你有何做？我马上断情。你想断情是吗？我要夺你吹红巾甲，你在金南街，在金南街。老乡。听不清的危机，无法磨灭胆怯的心。众人逆命，心把不得对不上胸腔来用，一阵一阵剧烈的苦楚。兄弟的兄弟两人，这一路上无比惊雷。孙雄要把你红巾甲是别人已坠落，母亲让母亲都动情，是老爹卖迫害老乡一片心意，枪请你与我合作一切苦活，我明白了。多谢你。老乡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医好你。心地出变，就行因果。木要听见永不管，只看至亲恩赐。以转头之行，心内会造就实施的要求。朦胧眼中，依稀想起那一夜，世人要将怀中相抱，永远平安无离。